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盖伊，今天要来拜访一位在 YouTube 上非常有名的健身分享者，分享了许多健身方面的知识，并且鼓励大家多多的尝试。这位健身分享者就是目前订阅数高达150,000人的赵佑。大家好，我是赵佑。哎，在读稿我面前念稿还是有点紧张啊。没关系，我懂，我的订阅数也曾经只有6万而已啊。玩笑话，今天能跟赵佑一起拍摄影片，真的是非常的荣幸啊！那我自己也常会看赵佑的影片，真的是可以学习到很多健身方面的相关知识与经验。那尤其是他那些对新手们的喊话，真的是蛮激励人心的。那我们请赵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自己。好的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赵佑。那我每个礼拜呢，都会在 YouTube 上传自己关于运动相关的影片。有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在上面参观哦。OK， 那其实今天来这边有准备一些问题，想让我的赵佑来回答。不会是什么不正经的问题吧？哦，不用担心，我的风格你是知道的，绝对不会太正经。其实我也蛮好奇，就是赵佑当初是如何开始自己的频道的，那之后又是如何定位自己的频道？是的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看了套的影片，发现他拍的非常的棒。那后来呢？刚好我们也有一些健身的主题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所以创立了这个频道。那这个频道的定位一直以来呢，都是想要激发大家对健身的兴趣，进而投入健身的行列。我刚听你说是因为看了套的影片才开始经营自己的频道，其实我跟你一样有共同点，我也是看了某人的影片才开始经营自己的频道。那个人就是跟着赵佑动吃瘦。那赵佑经营自己的频道到现在多久？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有150,000以上的订阅者？我们经营这个频道大概快2年，在一开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会150,000，甚至在前3个月只有2个人订阅而已，其中一个还是我同弟。其中一个还是同弟？那我比你好一点，我前三个月大招我多少人吗？275个人。我们说扣掉亲朋好友哦，大概有200多个人。只是知道 YouTuber 其实不好做。你真的要做 YouTuber， 你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来充人气。那赵佑遇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？有没有曾经想过要关闭这个频道？遇到最大的挫折其实也还好，因为我就很喜欢健身，所以只要有人看，我就会一直拍下去。那酸民留过最酸的留言是什么？你都怎么回复他们？我们曾经有遇过一则留言，是说我身材练得这么烂，还好意思出来拍片。但其实我觉得也还好，因为就封锁就好了。就封锁就好。那如果你发现留言的人是套我，一样把他封锁掉。对。那健身之后带给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你看我都生2个了。你看2个孩子的爸，到现在还这么有活力，我看第3个应该也是快了吧。好，那我们正经的聊完了，是该来点正经的了。差不多该去减腿了。一个一个来啊！今天准备了3个简单的 PK 赛，要来 battle 我们的赵佑，3战2胜，输人要回答对方的私机，快问快答，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的题目可是很令人兴奋的呢。谁输谁赢还不知道。第一关，徒手引体向上。重训项目有很多，引体向上算是比较公平的项目，肉量多的人也会因为体重偏重而失去优势。那这一关我们就先请赵佑开始吧。哼，贱人盖伊想跟我比引体向上，我在做引体向上的时候，你还在喝奶。27、28，给点面子吧。28下。吃奶吧，盖伊。说我在喝奶，我国小就可以拉6下呢。引体向上对我来说 easy peasy， 叫我吃奶，那你看什么叫靠背吃饭了。24下。完蛋了。26。
第二关120公斤相扑硬举，看谁做的次数高。虽然我昨天才练完腿，不过来者是客嘛，我就让你吧。嗨，
认错人了，我是赵佑，然后我就直接走掉了。第六题，减脂时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减脂时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减脂时，三二一，优格和蛋，因为我觉得蛋是最方便，而且是营养非常高分的一个食物。蛋，可是蒸鸡也会吃啊，还是减脂的时候就多吃几颗？不对，我觉得怎么会有人把蛋来当零食啊？我的话是优格，我非常喜欢就是优格香浓的那个口感跟味道，而且你可以就是加不一样的果酱，然后可以改变它的口味，非常好吃，而且热量也很高，然后也有蛋白质。但果酱热量比较高，减脂的时候就少加一点就好了。你是不是在想这个问题？对对对，少加一点，少加一点。我真的很喜欢吃蛋，可是每天吃哎、欸，我每天都会吃，你每天吃几颗？可能会吃到六颗啊，每天吃六颗，然后你减脂还可以拿来当零食。所以你看电影，人家吃爆米花，你就带一袋蛋，摸蛋，然后后面还是、先生，看电影可以不要发出奇怪的声音。第七题，最不满意自己哪一块肌群？哦呦，听到这个吓到我板子都要飞了。三，胸沟。整个腿都还有很大的加强的地方。胸沟的话就是，我觉得我很羡慕那种就是胸沟啊练得很明显的人。当然我看解剖书，他说其实这世界上有5%的人才有就是胸沟的肌群，忘记那块肌群叫什么，所以我非常羡慕就是胸部练起来胸沟非常明显的。第八题，肌肉跟女朋友哪个比较重要？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哦，这个题目的前提是你是已经有女朋友，然后你还问肌肉跟女朋友哪个比较重要？对，他等一下会打开，嘣，肌肉，我没有女友，因为我已经有老婆。你真的、哦？一二三，女友，但是以前女朋友就是现在老婆比较重要啦、啊。是吧？我就说嘛，对啊，前提是已经有女朋友的条件下，但是女友比较重要。你两个健身 YouTuber 这样子回答不太 OK。哦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本质期待不是这种答案，我就不开健身频道，我就开个女友观察家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赵又可能频道就改名为老婆的日常，老婆子女的日常。第九题，你觉得哪个健身 YouTuber 最帅？一二三，当然是我们的浩哥啊，浩哥。希望你有看这个影片，记得给我们按个赞，好不好，浩哥？第十题，增肌减脂哪个难？三二一，增肌。增肌。哦，你也是增肌哦？对对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算是比较易瘦体质的，所以增加肌肉或者增加体重来讲，对我来讲都是蛮难。你跟我一样，我也是那种消化系统、肠胃系统不是很好的，我吸收率很差。所以我当初刚开始我在增肌的时候，真的一天真的吃6餐，而且是正餐那种，我就是强迫自己把那个食量啊拉上来，不然真的很难增肌。所以那些说自己吃不胖的人，你有没有一天吃6餐？你一天吃6餐，吃有点多了，不用，你一天吃4餐，你再跟我说你吃不胖好不好？正餐要吃，不要吃一些垃圾食物，就这样，回去喝奶。第一题，觉得 MyProtein 哪个口味的乳清最好喝？一，它的草莓奶油，我写的是奶茶，英国奶茶，好喝。其实我也觉得英国奶茶蛮好喝的，但是我后来还是选草莓奶油，因为我其实非常喜欢草莓的味道。第二题，最爱吃的 MyProtein 零食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种两个 MyProtein 品牌大使，然后一直这样攻上。肚子在叫吗？对啊，大声吗？超大声的。三二一，高蛋白燕麦能量棒。我写的是威化饼。哦，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好吃，然后它就很像是巧克力饼干的感觉，所以对于一些
平常有喜欢吃饼干，但是碍于健身的关系没办法吃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这个食物，真的很推荐。那高蛋白燕麦能量棒就是那个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那个块块，有人说它长得很像肥皂，燕麦做的肥皂造型的高蛋白营养棒。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我下次再买。蜂蜜口味很好吃，真的口感好又很香。十三题，最喜欢的重训穿搭，三背心加头巾，哦，就 T 恤加短裤，就是让我感觉最舒服的穿搭了。背心的话就会看到那种吊嘎，然后头巾就是拿来挡汗啊，或者是头发乱的时候，其实也很好用，就背心加头巾。十四题，有没有偷偷用假账号赞美自己？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假的？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。老婆的你也没用过，没有。你帮你小孩办的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老实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好了，我相信啊。那其实等一下，其实我也没有留什么言，其实我朋友账号没人做，就把他。把我所有的影片都按一次赞而已，就这样，应该还好吧？所有影片按一个赞而已，造福人群嘛，造福我自己。十五题，最想跟哪个健身 YouTuber 一起拍片？我想这个答案应该很明显，就是我们的套。盖盖，盖伊，我真的是蛮认真，蛮荣幸可以跟这次盖盖伊一起拍片。对，我其实本来也要写你，但是我已经跟你拍片了，所以我决定把这机会让给别人。对，就那跟套拍，跟套拍要拍什么？跟套，我是觉得你有兴趣吗？我们可以来去陶家住一晚，对，请他开着他的 GTI 载着我们，就是到处跑，到处听起来不错，参观他家，就用他的厕所，睡他的床，吃他的麦克镜，用他的用什么衣服？十六题，可不可以对镜头摆一个你觉得最猛的 pose？ 大家一定会以为这一题是我出的，我告诉你，不是我出的，一定是他出的。等下是最萌还是最猛？最猛，可爱哦，草字头下面一个那个。OK 啊，来啊，来吗？来，你先吗？一起啊，数到三一。好，你们数，来来来，一二三，喵，好诡异啊！好恶心哦，好烦哦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好，他刚比什么我没看到，就花朵。啊，心机好重，输了盖伊输了。我这个也不输，好不好？我比什么比什么？恶心，不要太恶心，猥琐，太大只，太大只。我要去找套了。十七题，被网友取过最蠢的绰号。一。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人叫你什么赵左，没有赵右、赵西，他是把我的右打错，打成那个神字旁。很多人会叫我 gay 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名字明明就是 G U Y 盖一，是 U 不是 A， 这是粉丝的期望。我是不介意啊，不介意，我有很多 gay 粉，很可爱，他们人都很好，但是别人的名字还是打。对，会比较有礼貌。谢谢大家，盖伊，好不好？十八题，除了健身以外的兴趣是什么？噔噔，弹吉他。我选的是看电影，最近还看了《复仇者联盟三》，好看。那你最喜欢《复仇者联盟》的哪一个角色？美国队长。美国队长啊，真的是帅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在影片中的形象还是造型？就是他给人家的气势，或者是他一些动作，以及他的全身的肌肉的线条。其实，在做健身 YouTuber 之前，我有想过要做音乐 YouTuber， 怎么样？吓到了吧？对，我也是怕观众会吓到，所以我还是做健身，乖乖做健身 YouTuber 好了。还是不要突兀别人的耳朵啊。十九题，写出对方的一个优点跟缺点。他优点非常的幽默，就非常欣赏他这一点。然后他的缺点呢，就幽默中带点。那赵又的话呢？我觉得他的优点就是，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称赞他的一件事，就是他的腋腋毛很性感，很 sexy。就我觉得，我看很多人留言都说什么啊，可以舔你的腋毛吗？然后赵又都会回什么，先不要，好吧？那缺点的话就是讲话有点太过中肯，这算缺点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没了，对，那我们接着。哦，哎呦，吓到！
板都掉。20题快问快答就到这边结束。那其实蛮有趣的，挖出了很多对方不为人知的黑暗面。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有趣的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奇怪的问题想问我们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那如果是要问赵佑的话，记得去他的频道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再次谢谢赵佑。我是健人盖伊，我是赵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